竟然是这个结果，早知道我就好好调查下柯少峰这臭小子了。是呢，但是从我们经历的一切和小橘子那里收集到的信息，或许柯少峰他自己也有难言之隐。哼，我才不管那么多，反正下次遇到柯少峰，无论如何都要他给我们一个合理的解释。这次真的谢谢你们了，我弟弟总算醒过来了，但付出的代价也真的太大了。都怪我，无意中透露了那本日记的信息。好了，反正钱也花光了，你就安心守着弟弟康复。不过我们怎么都想不明白，为什么日记之前竟然藏在那里。我在小时候曾经看到一个白头发的大叔偶然经过祭坛的位置，偷偷摸摸藏了什么东西，然后这大叔还……可恶，难道这坏蛋还对你做了什么其他的事情？才不是，那大叔还说流火王国的大地之血仿佛有不可思议的能量，我可能在某一天会用上，所以我才在弟弟昏迷后想到了这个办法，用大长老的祭祀配合大地之血蕴藏的能量，去那个梦境中将他救出来。嗨，这只是举手之劳罢了，不过这一切真的印证了我之前的所有调查，看来该来的还是会来。库洛迪卡，我们随时保持联系，但我们小橘子车队没有别的办法，只能在世界大赛上再进一步，才能获取到更多的讯息了。现在为了迎接比赛，全队开始训练。总感觉我没有存在感，我才是队长啊。Thank you.
肯定要早点回去。世界大赛32强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更别说白永泰那小子竟然记起了如此重要的东西，总算没有笨到底了。好吧好吧，那么就把这次回程当做一次全队训练吧。这才是我们车队的好队长吗？现在出发吧。救助库洛迪卡的弟弟，现在又马不停蹄地回去找那日记残页。哎呦，你就别生气了，毕竟白永泰也不是一直记得那么多事情，好歹他之前受伤，脑袋也不太清醒什么的。喂，我脑袋可好得很，那几页应该就在小峰的卧室里，一定能找到的。不过我们好像一路走来太显眼了，前面已经被堵住了，也不知道是什么人。还是老办法，新人去吸引他们的注意力，我和小橘子绕路走掉。哎，看来我已经习惯被人使唤的感觉了。小橘子，下个路口见。哦。OK。之前在梦境与现实中穿梭，我都已经混乱到无法分辨真伪，还好有你在。那个梦境确实太过强大了，就算我们这次拯救了库洛迪卡的弟弟，也不见得这梦境就会消失掉。别怕，小橘的车队要停止这一切，这是我们肩上的责任。是的，不过这些害人的东西，我怎么总觉得和那本车王日记之间有着隐约的关系？或许和其他残页有关，不过现在敌人又从后面追来了，我们先把他们都甩掉哟。
小追兵相当容易，完全没了难度。那是，毕竟和小橘子你们一路走来，车技自然增长了不少。嗯，多亏你吸引追兵的注意力，我和哥哥已经找到那几页日记的残页了，可上面一大半内容都消失掉了。那怎么办呢？据说车王日记的纸张是用极为珍稀的世界之树的树叶制作而成的，这种叶片之间仿佛拥有某种奇特的精神联系，称作活性。如果脱离了之前的日记本，树叶的活性不足，里面的内容就会消失，但是如果能够将日记找回来，信息就会自动恢复。嗯，那接下来比赛我们一定要好好加油，拿到那本日记。Elimination round. Eleven city. Biggest red city. Hehehe. 大家听好了，接下来的四场比赛决定了我们在32强里面的积分。每四个队伍分在一个组，每个组。好了好了，反正至少要拿到每个小组的前两名，否则无法出线。队长是想说这个是吧？就你聪明。不过我想说的是，这次的对手可能很棘手，这家伙在阿尔法工业集团里面也算是个异类。什么？难道对手是阿尔法工业集团的人？是的，所以接下来我都让你和新人一起上场。白永泰，你安心打个辅助吸引注意力，让新人找准机会赢了他们。可恶，难道我现在就只能做点这种事情吗？折腾之外，我心里好累，仿佛一点忙都帮不上，还是你这个新人靠谱点。那么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呢，队长？还能做什么？当然是勇夺第一，拿到那本日记了。Oh, it's doctors. Okay.Damn, I've not seen this guy since Fight Doctor Strange story.
Is Doctor Strange？ 总算见面了，小橘子。你们的事迹我早就有所听闻，找暴风车队集训，而后勇闯梦境，又力敌流火国车队。啊，你是谁？我是个博士兼赛车手，我对你们的基因很感兴趣。可恶，怪博士，你又想要研究什么？这次可不会让你得逞。你以为我还会用棒棒糖来吸引你去做基因测试吗？白永泰，这可是比赛，发挥你们的全部能力吧，让我享受那种眼前一亮的感觉。交给我吧。
定要进入到最后的决赛才会善罢甘休。哼，我们的目标是世界冠军，谁都拦不了我们。和他当年简直一模一样。不过那本日记的残页本就不该是你们接触的东西，还是给我比较现实点。不可能，快告诉我爸爸到底在哪里，你这坏大叔。你既然拒绝了交易，那么只能等你们自己寻觅了。不过你爸爸之前告诉过我一句话，若是想要安静地活着，就离那本日记远点。为什么所有知情人都是这么说的？到底里面写了些什么？里面最后几页的内容只有你爸爸知道怎么解读，不过我已经研究出来一些破译的方法，就只等待那东西物归原主。要知道这一切变得相当有趣起来了，迟早有一天你们会自觉把那东西送给我，而不是我派人去抢。What is he up to? God damn it. It's time to battle him. It's the vision. 99 days. Thank you, Bruce. Ooh.幻想王国里沉睡，不过没人知道他沉睡的地方。但是通往幻想王国的道路早就在最后之战中被毁坏了，现在没人可以到达。幻想王国？你是说大陆上那些浮空的岛屿吗？爸爸怎么可能在那里？信不信由你，不过我猜测在车王日记中你爸爸应该留下了前往幻想王国的方法，
这一切都等着你们去发现了。下次见面，或许就是谜团彻底揭开的时候。小橘子，可别让我失望哦。Thank you.